天还没有去矿坑呢，这一天要结束了，已经晚上九点了。啊，时间也太快了吧？不是哎，不是哎，这样很难呢，这样人生真的很难呢。这样是要怎么办啊？而且明天应该要买种子。嗨，一棒！哦，好大声！哦，嗨，一棒！我要思密。嗨。嗨嗨嗨嗨！哇，感觉声音好小声哦。我们今天在哆啦 A 梦扩建，我扩建结束了。我现在在玩《童风牧场物语》，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吗？嗨阿瑶，嗨阿瑶，嗨阿瑶。嗯，叛徒睡觉了，没关系，就让他去。叛徒。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昨天吗？怎么了？昨天吗？嗯，对。哎，很可惜，我还是抢不到，就是。L 团不是要那个吗？不是有咖啡厅？啊哈。然后罗东说就跟佩姐说，佩姐有咖啡厅哎。然后我就说，而且就是，而且最近就要开始了，我们去好不好？佩姐说，哦，好啊，可以啊，就是你有抢到就去啊这样。然后我就跟，然后就大概隔十分钟之后，就跟佩姐说，佩姐我抢到了，走，我们走。嗯，对。然后结果昨天就是我们到那间店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好像不太一样，为什么没有布置呢？这样子，嗯，然后里面还有人在跳舞，还有人在跳舞，对，还有人在跳舞，有员工在跳舞，然后我就那时候番茄就觉得有点不妙，我的表情就是对，感觉。对，然后一般还没有发现哪里怪怪的，直到我们坐进去了以后，就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啊，那可能就是比较外面的地方就是有其他的活动啊，然后里面就应该就会有布置吧，就一转进去没有，它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开始why 为什么why 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开始在翻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发现活动还没有开始。尴尬了，尴尬。而且另外一个很好笑的一件事就是，我想吃什么，什么就没有。真的假的？真的，就是前一秒他才刚跟店员说：“哦，我要吃这个。”然后人家说，人家就会复述一次餐点，说：“好，你要吃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在那个点餐的那个平板上面就点，然后下一秒就有另外一个店员冲过来说：“不好意思，那个没有了。”然后店员就说：“对不起。”然后以旺好像那时候还想要问什么吧，我就问他说：“那个甜点，不好意思，今天没有啊。”对，他说今天那个也卖完了。我就说：“想吃的都没有，好可怜哦！”天哪，对啊，当然就是这样，太难过了。对啊，超级难过。我们有 Google 表格哎，我原来我们这种东西还活着。Google 表格，毕业生流向调查。哦，一定会有啊，我们之前还被催填写过。我跟乙方是接到电话啦。哦，我接到是不同，就是不同的学校。因为你大学跟研究所不是同一间啊。对啊。对啊。那我觉得很好笑。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是正在吃饭，然后我就接到电话，然后我就想说哇那么辛苦，现在还要来问，他就说请问现在可以做吗？我说你会很快吗？他说你会很快吗？我知道你有说过，你整个就超级超级有压迫感，我都觉得想攻读生要被你那个了，吓死了，屁屁抓，怎么吓死我？我觉得还好啊，我就只是说你会很快吗？你如果很快的话，我就可以做。他说好，然后他就说
我说那所以是怎么走，他说是分数，我说哦一到十分，他说对，然后他就直接说哦，请问你觉得以前你现在请问你现在就读了现在的工作跟以前就读的科系有相关性吗？八分。请问你觉得以前学习到的东西在工作上有帮助吗？七分。你觉得那个有什么好像叭叭叭叭，然后最后就说，请问你有什么想要对自己学校就是自己的学院或是科系的师长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或是对学校有什么样的建议吗？说叫他们以后全去实习。嗯嗯，对。哦，我现在看到的那个 Google 表格好可爱啊！我都忘记我还有鸡。OK，、啊、我有鸡。他昨天已经没有饲料了，我的天哪！忙了一天回来才发现自己忘记喂动物。没错。你知道我看到他的表格，他写毕业年度（括号如果真的想不起来，可以填我忘了）。然后我就想，我就下拉弦的，就是从一零一，对对对，然后到一这样子，就都有很多，然后还有更久之前的。我想说，哇，这个是问到已经到大学长程度了吧？哇，超级大学长，搞不好都已经结婚生子了。对，或许可能已经有孙子，说不定的那一种。对对对，这不好说。你看，像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这已经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依据了。嗯，好，然后他的其中一个选项是我忘了，我真的忘了，不要逼我想起来，好扯，好好笑，他是真的这样写，我给过，我给过，好可爱啊！我觉得我突然很庆幸，自从我开始在帮公司的就是做相关的影片嘛，所以我现在有很多特别音效，就是逼的音效。所以大家放心的讲，我等一下就会帮你们逼掉。我还有看到一个，目前的工作状况为何？然后他就写说，哦，全职啊，部分工时啊，非就业啊，还有一个青春学生族（括号撒花）。撒花，撒花，他很俏皮哦，撒花，很可爱。然后他写，还有个另外一个问说，目前收入如何？不到22K，括号月底吃土款。我觉得可以不用提醒我们这种事情。然后就开始，你知道我们伤口上撒盐，你知道吗？对啊，说。然后就开始每一个阶段嘛，然后就开始到了，他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70K 的那个数字70特别的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其他都是12字体，然后70可能是18、20，就是有一种哇我的那个感觉吧。然后再来就是他就写80K 以上，嗯，很正常。下一个财富自由大傻逼，大傻逼，我也想要傻逼傻钱，我也想要财富自由大傻逼，我也想要财富，我也想要出去吃饭。阿三就说啊，这算我请啊。我也需要财富自由，太可爱了。然后还有一个，你满意现在的工作或在学进修的状况吗？一非常满意，二满意（括号还可以啦），三普通，还可以过活啦，四不满意，五非常不满意（括号工作 CP 值极度烂）。还离职哦！哦，三点到八点，好，3点到8点，好。我超久没玩哆啦 A 梦，我现在已经完全……哦，原来现在在玩哆啦 A 梦啊！原来如此，在录制哆啦 A 梦。哇、嗯！但是呢，也可以，什么都可以聊啦，万物皆可聊啦。我记得我昨天进去那一间，我到当下的表情是一个，我是来错地方了，你确定真的是这里吗？然后乙方就说，嗯，没有，我突然想到一个前情提要，就是那时候我们停好车，大姐就问我说在几楼，我说3楼吧，然后我们就默默走去3楼，我们就搭电梯到3楼，然后出去，我们就开始找了一圈，就没有看到任何很像就是小餐厅的地方。然后班长就问我说：“你确定这是3楼吗？”然后我就说：“好，我看一下好了。”
然后我就开口，我就跟番茄说，番茄是八楼啦，八楼的。然后番茄说，哦，好吧，那我们就慢慢晃上去好了。我就说可以啊，至少我有答对一半。番茄说，是连一半都没有好吗？我说没有啊，八的一半啊，三啊，八的一半三。刚刚重拳的部分，他觉得他很俏皮哦。你的一半跟我的一半不一样。Hello， 那为什么不是零？吹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没有零楼啊。他刚刚是说我现在是金鱼，请告诉他刚刚说饼干要怎么做。我刚好像要讲出他的配方。哇，真的假的？什么时候？两天前，中友百货电梯从15楼直坠 B5，没有错啦，他在测试。哦，测试什么？对，他在测试。测试。然后他在测试的时候直接爆摔。对，所以没有人员伤亡，但是非常之可怕。哦，也是说他们是测试，就是故意的。嗯，就是维修，然后再做检查的时候，看有没有办法可以，就是直接从。嗯，他们可能在测试电梯直达这样速度可不可以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怕。真的吗？真的假的？当然是假的。我想也是，呵呵。啊，哆啦 A 梦，我要开始来查食谱了。A 梦食谱，今天是以旺跟我妈约会的时候。跟你妈？也不太算吧。就是单纯跟阿姨在吃饭，对，我们就去吃饭。面粉奶油擀面棍，面粉奶油擀面棍，面粉奶油，我有奶油吗？面粉奶油，你没有。奶油，奶油要怎么做？奶油，牛奶，牛奶跟鸡蛋。哦，牛奶跟打蛋器。啊，打蛋器。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就是屏蔽了这些声音。我刚刚看到，就是我刚刚不是说问卷调查之后嘛，我就继续卷就往下看，然后我就看到我们老师又发了一篇，他写说目前只有7位同学填过问卷哦，请大家加把劲。这个填答是真的是很悲惨。太少了吧，这个填答率真的是很悲伤。7位，好可怜哦。听起来真的是不太好哎。不一样，我也忘记我什么时候毕业了。我是要做好等一下要逼掉的这个准备。没有，我不会说出来啊。哦，我觉得我今天很好笑。我今天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我那时候还原本是说，我还原本还偷偷跟乙方说不要讲哦，乙方说嗯，太可惜了，真的很可惜啊，我很想看他爆炸一次，不是啊。然后就要放那个小鸟奔跑图，然后后面再爆炸。这是什么？小鸟奔跑图后面再爆炸？你没有看过吗？就是有一只小鹦鹉在桌子上面跑啊，然后它的主人就把就是这一段小影片放在网络上面，然后就有人开始帮那只小鹦鹉的后面加特效，他就有人就加了那个爆炸的特效，就是那只鹦鹉就是。很就是在跑步，然后后面开始在爆炸。爆没有，没有看过。嗯，我印象只有你这样子的话，我只有那个就是有一个穿黄色衣服的小孩，对对对对，黄色衣服的小孩，然后后面有个失火的房子的那个。失火的房子。到了叛徒，所以我们没有开台。你知道这叛徒啊，就去打了 Wolfram， 打完 Wolfram 他就说他要睡觉了。哦，打了 Wolfram， 然后他
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你没有看到他就写啊叛徒要去睡觉了。哦，原来如此。叛徒，我刚刚看到，我刚刚看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让我想很久。我想说为什么不见了哈？而且他问说，请问目前工作所在地境内？哈？一写境内，二写亚洲（括号像港澳大陆地区），三港澳大陆地区以外的国家。然后再来是大洋洲、非洲、欧洲、北美、中美、南美。我想说，那澳洲在哪里？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就是写嘛，就是大洋洲、非洲、澳洲、北美洲、大洋洲、南美洲。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好像少了哪里。我想说，那澳洲要算哪里？然后我就想了大概。我大概想了30秒，大洋洲吗？澳洲就是澳洲。啊？没事。啊！那个，我的菜，我把它拔掉了。我不是采收它，我把它拔掉了。哇！请大家收看精彩重播。你有看吗？英雄吗？得得得得得！我忘记了。得得。而且我今天一早去上班，我心情超差。因为第一先是下雨，心情就已经很糟了。然后呢，再来就是干，一早就要弄，就是很讨厌的东西。我当下真的是干，但是也是我就说，我那时候就是反正我去啊，他们就跟我讲说要弄存折，我就说哦，那给我。啊，我就说那现在是谁在弄？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嘛，就说他给了一磅，然后我就一个哈，我当下真的是一个哈，阿雷，我怎么进到剧情了？后来乙方那时候就刚好跟我讲说，还要去，就是先暂时跑一下外墙，我说去吧。然后我就来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念说，你怎么会给他呢？我就开始念那小孩说，你怎么会给他呢？你会吗？不会，他也不会啊，我也不会。小朋友会不会很天真的说，就是我以为他会？没有，我有跟他说我不会。对哦。嗯，我就跟他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以，他就说，我就他就把答案给我，我说你要干嘛？他说哦，帮我做，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也不会。反正就是这样。音乐会，我们现在外面有一个新人准备要来上班，然后我们现在改成，因为以前报到跟上班第一天会一起，现在改成是你上班的前一天要先来报到。然后呢，我们那位新人第一天报到不知道约了几点，反正报到的时间很晚就算了。然后因为我们报到是要就是要穿制服啊，然后缴一些资料给公司，然后穿制服是要拍照给公司，然后让公司看就是这样子 OK 可以给过才可以就是正式上班。然后所以他就先告诉他哦，厕所在哪里，那麻烦先帮我就是把他身上衣服换成制服这样。然后呢他就带着制服离开了我们店里，消失了将近快要一个小时。他去哪里探险？然后重点是中间打电话都
没有接，也不知道去哪了。然后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正直还在想说，哎、欸，他会不会一来，然后直接再见，发现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就直接闪人了、啊，就是好像也蛮不错的、啊，也不想做了这样子，然后就走了，我们就一直在开玩笑。然后后来终于好不容易联络上他了之后呢，他就说，哦，因为他刚刚找不到厕所在哪里，所以他就一路往楼下找，不知道找去哪里。他等一下会再回来。我没有告诉他厕所在哪。好，我问一下，爸爸。对，然后反正历经波折之后，终于弄好了，然后。原本今天要来上班的，后来临时就是有跟他讲有变更，就改成明天要来上班。然后就到了今天的接近傍晚的时候呢，我们的店长就收到了他的讯息，跟他说：“哦，因为他跟那个确诊者有密切接触，那这样子他明天还要正常来上班吗？”有密切接触，所以你中了吗？没有啊。那来啊。然后我就想。店长那时候真的是被这个新人搞到有点悲痛，他直接发抠，气到发抠。他说：“他如果不想要来上班，他可以直接跟我讲，可以不要这样子一直弄我好吗？”真是搞哎、欸！对，没错，就呈现一个哦，天哪！可是现在年轻人是不是？我说年轻人就是。00后，嗯，好像蛮多个性，相去不远哎、欸，相距不远 ，OK， 嗯，你们有看到我之前有就是有丢一个那个吗？就是在讲那个、啊，就我有丢好像社畜还是什么的吧的影片。啊，这是关于现在的新人。嗯，我当然也尊重，就是时间到了就赶快下班。可是你东西就没有好啊。哦，但是其实必须这样子讲，以后应该也不能说以后，应该说其实我们这一代本来就已经就是让我们的上一代会觉得，为什么你们就是。就是上一代不是都会有那种吗？打卡下班之后，就是一定要在座位上装忙一下，不要准时下班啊。的这个观念，在我们这一代，我们就会觉得哦，事情弄完了，为什么不能走？然后，所以到再下一代，他们可能就会更严重一些，这样子。会变成时间到我就要走，我不管我的事结束了没。对对对，我觉得有点这个趋势，就是反正我班就是上到这啊。很速速的，就是逃走，真的好可怕！你们下班怎么那么辛苦？你知道，就是属于一个人好逃，可是要两个人一起逃就不太好逃了，你知道吗？你们有考虑过分开逃跑吗？还是分开逃跑成功率更低？我们有试过，但是通常有时候一个就是一个跑了，然后另外一个还来不及跑就会被拦下来。啊，原来如此。我觉得麻烦的点是在于有些人不识相。什么意思？谁敢对你不识相？比我大的敢对我不识相啊？这很合理啊！合理，接受。嗯。而且我现在脾气真的是越来越差。我就问，为什么脾气要好？也不是脾气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就是我一早来，我以前还可以笑着上班，我现在不行。嗯，我现在一早来就是哦，抱歉没事。然后小孩看，
我觉得，而且今天其实今天以往那个状况，刚好是我还没有到。嗯？所以以往今天遇到的事情就是我的文件啊，就是给我，嗯、就是说，我可是我不会做、欸，哎，他说没有，他说他不会，所以他丢给我，我就跟他说，可是我也不会。啊、他没有拿回去吗？没有，没有啊。跟以往说他很忙。屁呀、啊！嗯。那好啊，那以后大家都一起丢渣，我不会，我不会，大家一起丢啊，我就看到时候谁出问题，谁倒霉啊，什么鬼、啊？没有没有，你知道，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你不会，然后你叫助理来做，这个我都还勉强可以接受，因为有时候可能状况是，就是他可能没听到我说的话，怎么样？好，这也就算。重点是、嗯、我问他资料，他跟我说他不知道。然后就是他丢给我，那就代表说你应该要知道。然后到最后，我就问他说：“那哎，请问那个里面的附件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就是是在哪？”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不清楚，你去问大哥哥。”傻眼。然后我心里想说：“你丢给我，但是你不清楚，那应该是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哥哥丢给我，不是你丢给我、欸。”对啊。啊，对对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我们内场其实比我们外场还要早有一个人上工，他前天上班的，他做了一天之后呢，听不见，昨天就跑来说，哦，做了，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这个工作。但我觉得很好啊，他我觉得很好，他做了至少他做完一天以后，他体悟到了，嗯，趁早就收，对我们也好，对他也好。对啊，你也不用在那边跟他耗啊，教他一些教育，然后人就跑了，那更不好吗？确实是。我跟你讲，我也遇过，就是来一天上班，然后隔天说，嗯，我觉得跟我的人生规划好像不太相符，我突然觉得，嗯。就是我不太适合做工作，我是觉得你可以直接就说你觉得不适合就好了。突然你一天就发生了职涯变化了，我觉得有点好笑。理由可以再更直接一点，就是你就直接说你觉得不适合你自己。我看到一个好可爱的东西要跟你们分享，哼，而且说有人分享了一个日本的那个Twitter 的发文。好，那个推特翻译之后，意思是曾经住过那种个人括号家庭经营的旅馆，大厅柜台的姐姐说，晚上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又会我在讲什么，可能会有服务人员来按摩，不喜欢的话诚心请对方离开也没有关系哦。哎呦，嗯，哎呦。哎呦，好像什么发生什么事？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旅馆养的猫从房间的小门进来，跳到我的身上，用前脚按了一阵子就离开了。原来是猫咪吗？猫咪，太可爱了吧！然后那个发文的那个人还写说：“别说按摩了，陪睡我都乐意接受。哦”但是如果会过敏的人，可能就没办法。我可以戴着口罩睡觉。嗯。可爱了吧？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下面的留言，请问家庭在哪？地点在哪？猫咪在哪？但他们还有留就是猫咪的门呢、欸。对啊，小门，好可爱哦。哦，对了，关于那个啊，就是。那个栅栏被撞断，学校栅栏被撞断那页，我看到下面有一则回复说太嫩了，你可以现在开始趁早开始存钱，一支2000块，毕业前可以带走。你知道之前最高纪录是早上才刚换，隔天就撞断，是没有到下午这么夸张，但是隔天马上真的又断。嗯，我那边真的是很常在换那个。
一电到头上那种感觉。都没有，看起来都没有人人员伤亡，就是只有他没有啊。对，我们班有一个人又撞断过一只，但是其实很脆弱，那只真的很容易断，你只要轻轻的去触到它一下，它真的很容易就会歪掉，然后它就会慢慢断掉。但其实极度脆弱，难怪它才2000块。没错。欸，中心的很贵，欸，中心的好像要7000还8000的样子。人家的有比较高级一点，没有，看起来一模一样啊，还比较短。那应该就是在补学费，应该是吧。直接有说，那就是来补东西的吧。我突然想到，那这样的话，以放你想想，我们一开始说那个买无线耳机可能1000-2000，你看你一个耳机就等于那一只哎。这个对不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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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要反过来，那一只等于一个耳机耶。真的很多学校其实那个都蛮容易断，就是一个那一只真的很容易断，特别是机车出入的停车场会更容易断，因为大家都会懒得避开，想要跟车，然后就一直冲一直冲，然后很容易就会撞断。我们没有耶，我们是直接铁门。就时间到门就关起来了。那你们那个不一样啊，我们那是皮卡进去的，因为我们不用交停车费。啊，因为我们要交停车费。因为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们不用交停车费，然后你可以自己进去。然后，但是呢，它在出入口的地方有两个，就是那种减速坡。那两个减速坡凸起来的那个吗？对。嗯，那两个减速坡，你没减速，就是你就会飞出去。坐太高了吧？对，他坐就是他坐真的是超级高，而且两个又很近。然后如果你没减速，你就会飞出去，然后压到铁门的那个轨道。我真的假的？对，你压到铁门轨道，如果你运气不好遇到下雨天，你可能就出去外面就是马路了，会一路滑出去哎、欸。对，就直接出去了。公司会飞起来这一点就已经很可怕了。很恐怖哎、欸！那我想到讲那个减速的那个，我想到之前图书馆那个门前面也是装了两根，就是它，我就觉得它装太近了。你说两个装太近了？对啊，然后就是也是在看。哎、欸，那故事在说哪一边的、啊？图书馆那边呢、啊？哦，图书馆那边的，对啊，是吧？哦、对，是吧？图书馆那边那个真的不知道是要干嘛，而且那减速不好，减速的那个还做超高。对啊，那我好像听你有讲过，那个就是他就两个减速的那个做超高，然后机车就已经不是很好骑，然后他又直接 K 在那个要 B 卡的附近，所以你的车子不管怎么停都会 K 那个减速的那个凸起来的那个东西，然后因为你要 B 卡，所以你必须得要停下来，那个真的是。